好，哇，这就是阿胶，对。哇，哎，我吃的那个跟这个很柔软嘛。然后我把我吃上面的拿下来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拿下来试试。然后明天你试试啊，我们做的这个。啊、嗯。我们现场做的这个阿胶，看。都是驴皮，这边驴皮熬的。对、啊。那驴肉。驴肉。对。就是现做的，这块比较软，然后等明天切片的时候你再看。哦，就冻要冻硬才能切，也不是冻硬，能让它冷却一下，因为是热的嘛。啊，我们让它得压块压成模块的，然后需要酱黄。那、核桃这些，我们那个核桃配料，我们自己都吃嘛。啊，不用，我不用。你穿一块啊，不用，真不用。我是不喜欢吃坚果类的东西，哦，就不太喜欢坚果类，感觉有点塞牙缝啊，那感觉。嗯，没有，我们这，我们的配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，我们大豆都是用我们本地的。哦、啊。对，就是树上摘下来的大豆。我的就剩这么一小块了。啊、这么小块？啊。做完了。你试一下这个，感觉怎么样？没有。普通药店弄的，就私人熬制那种。也是私人弄的。他们熬了是给你做那个吗？用那个，用胶块做的吧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朋友。那肯定没有你们这种原产地的好啊！你们原产地啥配都能配齐。已经粘在一块了。啊，没事，一块吃了吧。尝尝才知道。我这本来就北方特产，枣放的比较多，是比较甜是吧？感觉，你明天是我们的嘛？跟你们没多少酒，是不是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就是它阿胶成分少，放的胶少。你明天可以试一下，就把这个放上留下，然后明天我们把这个跟我们那个对比一下，你看。哦，是。我们到时候是打个包装，我会是这样给你。我先放这儿。好。我已经很久没吃了，就很忘记吃了，经常。就放在车上面。他们让我每天都吃。对，要每天吃。这也是对身体好。对，每天吃才有效果。他们说是空腹吃，然后吃完之后就喝水。对，早晨空腹吃一片，然后下午再吃一片，两片，一定要饱。我们的标准是一天两片，不知道你。他吃多了会怎么样？上火。是不是上火？可以啊，你上火你就可以用那个，菊花茶什么的降火。他那些驴皮也在这边吗？在。我也看一下他最开始原材料的样子。驴皮没在这儿，在外面。哦，外面。对。晒。哎，还要晒的。对，驴皮要晒，晒干啊。你是每天都只能做这么多吗？也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客户需要多少我们就做多少。哦，等于说要订的那种。对，我们都是做的现货。啊、不做。对，不做存货。不做存货。对，我们就是说不定我们就做。那不是要提前两三天那样子？对啊，有的时候不止两三天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驴皮整个晒的过程需要一个月。我们就是把驴皮什么晒好，然后再处理好，熬成胶之后就客户预定，我们就开始做压缩成块，然后再打包装什么的。哦，这样的。明天早晨挤完驴奶之后，我会去送驴奶。然后我们搭档他给你切片，然后打包装，你可以跟他看一下。好，切片打包装那一天。哦，就这个。对，我们的驴皮都是在这儿，必须得晒干、晒透，然后再处理。然后就把那个毛给搓掉、洗掉。对。啊。我们都是采用最新鲜的，就是刚杀完的时候拿过来就在这边晒，然后驴皮吧都是用的是，五年以上的。老驴皮，就是小驴的驴皮我们都不用。
哎，怎么有一层盐巴感觉？对呀、啊，用盐做防腐啊。嗯。对不对？嗯。这上面是撒了盐的。还挺大张的。嗯，这边还有小的吗？剥的还挺完整的。那肯定呀、啊，那都要用呀。这个差不多了。哦，晒的这样，它脱了就可以了。反正得晒干晒透。皮它会缩起来，就是晒干之后是吧？嗯，这还要再晒。嗯，晒的这更干更透一点还行。一张驴皮的话，能做多少个胶？做不了几斤阿胶，这个。做不了几斤？对，做不了几斤。嗯、知道为啥贵了吧？这个东西做不了几斤呢？十斤有啊？做不了。十斤都做不了。它一张驴皮晒干之后有多少斤啊？也没多少斤啊，这轻轻的这东西啊。很轻吗？对，很轻呀、啊。就跟石皮袋一样。你这样弄掉不？这会已经干了，它已经干透了。看、啊，这驴皮。哇，好多毛。哇，我来拿一下。有没有一种颁奖典礼的感觉？拿起来那个什么100万彩票，拿起来、那个、你拿起来有多少斤呢？感觉估计也就4-5斤左右呢。对，4-5斤左右，就是比一个西瓜重不了多少。对啊，你说没西瓜那么重。那你说能出多少斤？出不了多少。嗯，200多。他那是多重的吗？就一盒，就那个满的一盒嘛，就两盒。两盒200多。对。那你明天试我们自己做的这个，你看看效果。我也没吃过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就是我朋友买了它，然后他告诉我，然后我也去。这个还有剩的吗？就是这一盘都卖了。哪一个？那个啊，那个可以到时候做出来，可以给你们先给一点尝试一下。啊，不用，我直接买的。我们直接买了，肯定直接买啊。我买的话，对啊，剩的吗？就是你卖出有。你还有剩的话，我们就给他买了。家里面老人家也要吃一点这个东西。有，明天做出来看吧。啊。先做的时候，可以先给你们一部分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这个还要做呢，还要继续往出做呢。大概明天也要做吗？嗯，明天做不了，明天因为这个要切片，要打包装，也很麻烦的。哦，一天也过去了。对，你要切片，然后打包装，只是打小包装，出个真空嘛。出个真空之外，就装礼品盒什么的。明天早点来。满满的仪式感。仪式感。哎。它这种要怎么样切啊？就是。它有刀。有专门刀切、它是合枣馅，也是特制的。对。那个是可以切下去的。对，那是有专门做模块切的。感觉梆梆硬，一张驴皮最后下来只能做大概这么一盒吗？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来尝一下第一刀。你是优先。哇，这个切好。我差点以为真的是辣椒。对啊，很像，试试。看，真的挺像辣椒的。那是枸杞。嗯。怎么样？比我觉得好吃多了。等一下，小心飙血啊！看一下丽琴这个买的，
他买是200多块钱嘛。但是我这个真的没弄好，这个都粘在一起了。颜色差不多啊，我吃过你这个。你吃一口这个再说，你吃过的话，你可以总结出来了，是吗？我吃一下。嗯。哎。嗯，和你们自己的对比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哪个好吃一点？有那种筋道的感觉。这个有胶。有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切的这个梅片，它单克有多少？来，给试试。14。对，一般就在13点几，它这个下面烤大了。看，都是十四，每片都是14，然后40片出来的都是在1斤多了。嗯。一盒40片，13.3，对，这14、13这样，对对对，是的。好，玉姐，因为我们这都是手工的，来，再放点试一下，给我们看，每一个都13，你再放别的试试，每一片可以。我突然有点那个想做女人了。干嘛？很好吃是吧？当然有点想做女人，女人才有的吃这个，我男的吃这个会被人笑话的。嗯。哎，真好吃。嗯，我也觉得好好吃啊。嗯，跟你那个不要跟人家比了，不是个级别的东西。嗯，这个也是大概1天2遍是吧？对。我想多吃一点怎么办？不行。那你就可以上火。等着出鼻血吧。第二天。第二天怎么了？嘴巴上火。上火、啊。赶了几个泡呀，好几天吃饭吃不了呀。吃了多少才会上火、啊？你吃当时。你一下午多吃3片以上，它绝对上火。火。你刚才已经偷吃了。再不能偷吃了，再偷吃你绝对上火。赶上两头、这个。不干。均衡了，刚刚第一块是12点，这都17克了，17克多了。像我这种胃口啊，看到这好吃东西啊，我能把你吃亏本了，就是肠胃道吃完了亏本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他是去这种病啊，你明天之后啊上火，你下次绝对再不吃了。我去，那别了，偶尔尝一块，男孩子不要吃太多。哎，这个不分男女啊，他不光女人可以吃，男也可以啊。他只是让你慢慢的感觉，就是身体里面开始。冒汗了，对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有的时候想多吃几口，想多吃几块。那跟你那个是不是是绝对有区别的？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香，嗯，不知道在车里面能不能放这个？可以放，正常的一盒你20天到1个月这没问题的。哦。反正车里面你要下去的话，别放车里面。不，我感觉这么好吃东西，它也放不了多久，就没了。我估计你就放不了多久吃完了。对对对，很快的这，调理身体好的。一斤。吐了，这也没办法，你总不能留着自己吃呀。这老板又忽悠我吃了一块。我是为了你的身体好。没事，你们俩都吃了，今天晚上肯定高兴一点。就是这样是最多的是吧？对，我看人家都是很小个的，这个好大呀。收真空。我们这都是得为以后做发展，做准备。你用那个小机子一次抽一块。那太慢了。对对，效率跟不上。对。这个一次抽10块，10倍的快乐。我怀疑机器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。是的。多久能抽完？还有28秒。28秒，它就会。一共就30秒是吧？我一共要大概1分钟。
一分钟抽一次。对，一分钟才能抽。那也是挺慢的。不，这个没办法，你挑太快就行。大家先运功。还以为就是马上压下去就行了。马上压下去抽。他要记住了，估计要抽干净。我要见证他怎么抽。哎，我操！现在就开始可以看到了。对，现在就可以看到他怎么抽了。哦，吓我两跳了。我去，就这样好了。对，好了。哇，拿出来。热吗？不热，这凉。一点点，这里。对，凉的。他口子里有点热。嗯。这是抽好，包装好。压过去还是一点点那个。啊，真的跟说的。正常也就放个三个月。对。正常三个月左右，没有添加剂之类的。这要比那个卖的那个看起来片剂要大。嗯。这个的话放冰箱里还能保存久一点。对。但是常温的话只能三个月。本来想拍一下他们熬制的过程啥的，老板不让拍，因为那个是商业机密。对。现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，装盒。他们这个装阿胶的盒子还挺少女心的，粉红色的。一盒能装下四十片吗？对，一盒刚好装下四十片，这都是已经定好的。四十片。啊，是从底部封的。对，底部封进去之后就取不下来了，这个。哦。对，上面打开。它上面有注意事项，吃的时候要注意看。嗯。这个是底。这个是上面，还挺好看的，这包装送礼也很方便。对，这就是一整套工序下来的阿胶。带铁盒称啊？他已经出过铁盒了。哦，已经出了228克铁盒啊。他已经出掉了。569，对，绝对一斤以上了，一斤一两左右吧。都是差不多569。这些包装的塑料纸很轻的。都是一斤，569的就是一斤二两多了。是，就是四盒是我们的。对，给我钱，那钱我转给你了，转你手机上了。可以。我们要打包走人了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！我一定要洗澡去了，今天晚上。可以，你看你，本来你再多带两片给你，回去再补一下。本来今天我们不是昨天我们过来的时候嘛，我看你白白净净的，现在也算可以。对对对，我估计也是差不多那样子，手都有点晒裂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确实实在是有点太忙了，你也知道。对对对。对，让你们等了一天，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。那么忙还要帮我们弄这个？没事没事，无水了，无所谓了，到时候到前面再加。这样了呀。穿长了吗？哎呀。他倒是挺乖的啊。他听得懂的，很聪明的。我们走了。下次见。可以可以，你们随时过来跟我们联系就行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走了。拜拜，招待不周啊！啊，没有，挺周到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疫情这个家伙，直到离开，他还嘴里面跟我嘟囔着，他还想吃那驴肉。因为人家大哥就顺口提了一下，你们出发前呢，再把那驴肉给带上。那他还在一直在说，一直在说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不敢跟那大哥提。那驴肉好好吃。
它本来就很小。是啊，它本来就很小。嗯，那你比如说是真的好吃啊，不过大哥也给我们多送了一点那个阿胶，十几二十片的阿胶吧，十几片啊啊，爽，给我妈跟自己的。嗯，好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哦，拜拜。